柴古董，这烂玩意儿扔在车间里都没人要，他居然花20块钱。谁啊？我。阿霞，大港呢？啊，出差了。哎，老奶奶什么事儿？车间的那张破床，你买的？啊，你可别怪我多嘴呀。解放前，那张床上死了个绣花女，冤死她，别提多惨了。那是张鬼床。你可别逗我。哎，我怎么没听说？你早听说还会掏钱买呀？哎，新奶奶的，睡觉前在床周围点上6支蜡烛，天亮之前不能让蜡烛灭喽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能让蜡烛灭喽，啊！您是艾佳佳？哦，我爱人。哦，给。哎，小乖，哪来的？应该是只流浪狗，和我一样受伤了。它和我同病相怜，我想收留它。等有人来找，我们再还回去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认识他？这是我买给马小云的。他
怎么在这儿？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哎，别了，你是他第一个主人吗？他能找来，我们就留下吧。他叫什么？他叫……哎，老公，你注意点，那些搬运工绝对是狗仔伪装的。放心吧，没事。你忘了上次在医院，一个月不到搬了三次家，我可折腾不起了。这才搬来你第一个星期，连保安都不认识你呢。哎，老公，你先把他带到洗手间，我回个信息。收到了吗，佳佳？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淘来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收到了，谢谢你。你什么时候回国啊？我好担心，我嗓子再也不能唱歌了。一下，怎么了，小乖？老公，你看，像不像上次那个女狗仔啊？肯定是，哎，万一让他们知道了……哎，别扫了，别扫了！哎，等会儿再扫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啊！进门右转。小美，哎，一会儿把床清理干净再搬进去。哎，好的。哎，慢点啊。我还以为你走了呢，啊！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可不能生气啊。你老婆的被迫害妄想症可是越来越严重了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你仔细想想，自从在医院开始，她就根本意识不到我的存在，我在她面前就好像空气一样。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分析，再这样下去，他极有可能会虐杀小动物，甚至是杀人。你这说的也太邪乎了，他是有点接受不了精神的意外，可是前几天我就开始给他吃缓解精神压力的药了。你自己配的药？对啊。哎，小心啊，有狗狗。哦。哎，没事吧？要紧吗？我来，你去给他们拿饮料。啊，知道了，佳佳姐。还疼吗？好多了。哎，小美，啊，我老公呢？嗯，没看见。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
这下你相信了吧？啊，我出来透口气，怎么了，小乖？赶紧走啊！哎，歇口气儿。你还敢歇？咱这车昨天刚大修完，今天熄了几次火了？这一路上绕了多少弯路？刚撒完脚，那女的在这神神叨叨的撒浴缸，你们不觉得她这床不干净？谁都没有碰她，她就自己摆在那儿，就自己在那儿，她就砰的一声自己就碎了，满地都是。当时佳佳正在给他擦药呢，然后床就在那里，然后他们几个就在边上，然后真的没有人动。不信你问他们，你问他们。好了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那个女的唱功根本就没法跟你比，真的。今天医生都说了，只要你乖乖的配合治疗，很快就会痊愈的。我要是不红了，你还要我吗？要。你骗我。嗯。我不能给你生宝宝也要。要。你撒谎！你又不想吃，乖乖把药吃了。整天让人家吃那么多的药，又是要人家怀孕的，又是要缓解人家精神压力。哎，我这不是想让你开开心心的、精神愉悦的孕育咱们的小宝宝吗？别慌啊！拿着，来。乖。
怎么了，小乖？做梦了？可能还是你说的那样，我精神压力太大了。那要不要再睡会儿？没事的。志浩哥，佳佳姐，早点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好的。还赖床啊，快起来。哎，你手怎么了？哦，昨天晚上洗澡摔的，没事儿。哎，半夜你出去过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小乖啊，嗯，今晚我就不陪你吃饭喽。我公司新来的同事请客，不去不好。好吧，那不许喝酒哦。嗯，不喝，打死都不喝，为了咱们的宝宝。Lucky，Lucky，Lucky。
衣服是你拿下来的？不是。佳佳姐，我想请半天假，晚饭前我会回来的。佳佳，怎么一直没接电话？是不是又严重了？没，我刚才健身呢。那帮记者啊，一个个都不见了，你回来住吧，这样妈妈也好照顾你。你要是不愿意回来，妈妈就过去啊。哎，不行妈，小美照顾我挺好的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帮记者神出鬼没的，他们都守了一个月了，肯定不会这么轻言放弃的。万一被他们发现，我这一辈子可就完了。哎呀，可是妈妈不放心呐。哎呀，您就放心吧。小美，去哪儿啊？啊，我有点事儿。今天穿的真漂亮。我先走了。王坤，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，帮我找一个大学的化学老师，越快越好。我听说你有个女朋友自杀了。你听谁说的？咱们药厂的人都知道，你问问他们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警告你，我的私事你少过问。我把你当朋友，我这是帮你啊。吴志浩呗，有那么漂亮能干的老婆，突然遭遇了舞台意外，现在啊又人间蒸发了，肯定啊这儿出问题了。别扯了，他老婆没出事以前不就神经兮兮的吗？肯定有家庭暴力。少美化他了，风流成性的人自作自受，还怪人家一家家，温柔得跟个小猫似的。佳佳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王坤老师的朋友小程，来，请。好。你们家的事啊，我一直都很关注，飞来横祸，那都没办法。今天这个意外，我已经帮你挡下来了，正好借这个机会回家好好休息休息，把你们小两口的事情也好好处理处理。工作上的事儿，我已经安排其他人帮你处理了，你自可放心。是要开除我吗？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哪个药厂不需要？我可没那么傻。先回家好好调养，随时欢迎你回来。先回家好好调养，随时欢迎你回来。
先回家好好调养。先回家好好调养。结果出来了。哎，小陈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红色和蓝色的药片啊，是保健品，对人的身体是无害的。这种蓝色的药片呢，现在市面上还没有。从成分上来看呢，它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类用药，短期服用能够缓解人因为精神压力过大而导致的头晕头痛，但是长期服用会对人的脑神经造成伤害，会产生幻听、幻视，对真实世界视而不见。就像现在，有人站在你的面前却看不见他，严重的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，都是极有可能的。什么过激行为呢？比如说厌世、自杀、残害小动物，甚至是杀人放火。残害小动物。长期服用会对人的脑神经造成伤害，会产生幻听、幻视，对真实世界视而不见。就像现在，有人站在你的面前却看不见他，严重的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，都是极有可能的。比如说厌世、自杀、残害小动物，甚至是杀人放火。王坤，一个人如果发现另一个人要伤害他怎么办？有证据就报警啊。你指的证据是？比如买毒、下毒，还有或者是强制逼对方喝毒药吧。那要是很爱对方呢？你怎么了，佳佳？我最近侦探小说看多了。你什么时候回国啊？你昨天没来，情况怎么样？没睡。现在感觉舒服多了吧？我们单位最近新来一个同事，他知道我好多秘密。他多大呀？30不到，跟我老婆很熟，看起来不是一般关系。你以前不认识他呀？没见过。
Thank you.
小美，你要去哪儿？志浩哥，佳佳姐，我不干了，你们让我走好不好？来，给我。佳佳姐，我求求你们让我走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城里人不相信闹鬼这么一说。可是你看，这满地都是纸钱，而且咱们这才搬来几天呀，都出了多少奇怪的事儿了？那天搬床的时候，搬运工人他们都说了，他们说这张床上死过人。是鬼床，昨晚那个可能就是人啊。怎么可能是人？难道是马小云？你看到他的那个样子了吗？人怎么可能长成那样子？绝对是鬼，肯定是鬼，一定是鬼，绝对是鬼。老公，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没事了，不用。小美，既然你志浩哥、佳佳姐，我也想明白了。你相信有鬼吗？你相信有鬼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过来看看。姐，你来。哎，喂，大娟。啊，我是志浩的爱人。我是想问一下，你们那群人里有没有一个叫萧天心的女孩？嗯，萧天心。没错。确定没有？不可能的吧？好，谢谢啊。佳佳姐，你说那张床会不会是他的呀？谁的？
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女鬼。什么意思啊？也是我们老家的说法，就是说如果人死了以后在阴曹地府不能投胎，他就会变成孤魂野鬼，然后来找他生前睡过的那张床，怎么说呢，让他生不如死，让他得各种奇怪的病，就是医生看了都治不好的那种。你以前遇到过这种事？乡下那边多的是啊，去年过年回家还有一家有鬼床的呢。后来呢？就请神婆子呀，神婆子是能说鬼的，他们就会在鬼之前的那个床上又唱又跳的，然后能把鬼给骗过来，骗来以后就能收了他们，收进他的烟袋窝子里，然后就连着床一起抬到河边给烧掉。你认识神婆子？我们那边基本上每个村都会有一个，城里有没有就不知道了。你以前遇到过鬼？昨天晚上也是第一次遇见。床怎么样，佳佳？你回来了？刚下飞机。怎么？我找你有事。萧天心呢？萧天心呢？怎么了？谁？你说谁？萧天心，咱们公司新来的男同事，萧天心，27岁。嗯，没有啊。什么时候新调来人了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他怎么了？待会儿再办，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再办。啊，我一直最信任你，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我今年厄运不断，你是知道的，伤还没好。你是又送给我一个祸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？佳佳，咱俩认识这么久了，我对你什么样你还不了解吗？你送来的那是鬼床。鬼床？别闹了，怎么可能啊？谁说的？佳佳，是不是我找到这个床的来源，我就能证明真假了？你看，你在哪儿找到这家网店的？琪琪，王老师，什么事儿啊？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网站的？我一朋友介绍的。你朋友？嗯。你朋友是做什么的？也是做雕塑的，微信上认识的，没见过面。王坤，我想单独和他聊聊。
你能给我看一下你朋友的微信吗？这没经过别人同意，恐怕不太好吧？那给我看看他头像也行。嗯，好吧。你能找到你们老家的神婆吗？佳佳姐，我是认真的。你也知道，最近家里出了不少事，我也是没办法了。我试试吧。哎，慢点啊。他刚才看我手机了。嗯，王老师，有时候太痴情可不一定是件好事儿。你听说过鬼床吗？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黏糊糊的。你热呀？我当初就不该那么做，不怪你。封建迷信那一套吗？胡闹！你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？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邪事儿，佳佳姐她也害怕呀。
真能装神弄鬼。王老师，这种事儿还是宁可信其有的好。你别给我传道，这种鬼把戏我见多了。我受了这么多年高等教育，还能信这套，可悲。这是自由，牛顿这么伟大的科学家，最后不也信上帝了？那是信仰，这是迷信。这些公布在案的就叫信仰，那民间的就叫迷信了，这才可悲呢。小美，他和你老家的一样吗？差不多，我堂哥说他们饭店的老板家也闹过鬼，当时请的就是这个神婆婆。老公，马小云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她以前总仗着家里有钱，对所有人都颐指气使的，你和他分手是你受不了他，错不在你啊。如果当初我不和他分手，也许他就不会自杀。如果当初我能对他多一点包容和安慰，也许就……我了解你的痛苦，亲爱的，但是你也要想想我和你还有咱们未来的宝宝啊。马小云就算她阴魂不散，床我们都烧了，她不会再回来打扰咱们的幸福生活了。你要振作起来。喝一口。我马上就来。
让你生不如死。老公，没事吧？没事。
佳姐，我换身衣服。志浩哥，早餐我买好了。我不吃了。小美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强扭的瓜不甜，随她去吧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上班呢，还能在哪儿啊？那你忙吧，不打扰你了，老公。抱抱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关心，我现在嗓子还处于恢复期，医生建议我暂时先不要唱歌。就算我以后不能再唱歌了，我还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不会再躲着大家了，随时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来我家做客。上你家做客，说说而已吧。
对了，小美。佳佳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吗？你忘了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人了吗？哎，跟谁聊天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哎，就是他。出去，有人我尿不出来。有病。起来起来，吃饭了，来都起来吃饭了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吃饭吧。这都等了一天了，不会让你白等吧？你还真以为有鬼啊？我才不相信。来，给你们。其实我也不相信会有鬼。那你这让我们捉哪门子鬼啊？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自从我舞台事故之后，家里就一直怪事不断，我老公坚信是闹鬼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走出心理阴影，就一次次帮他捉鬼。这人世间哪有鬼啊，我敢肯定是人。今天碰巧遇到你们，我就想让你们来帮忙找出事情的真相。你确定他今天晚上一定会来？我确定。知道你不是鬼就行了。马小云是你姐姐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你们不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来吗？既然你这么爽快，就当着大家的面说说吧。我说什么说？我走错房子了。你们赶紧给我滚开，听见没有？你们记者了不起啊？不就是群臭狗仔队吗？分分钟让你们全部失业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好，既然你们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
这怎么了，夏夏？这就是所谓的女鬼。她不是马小云，她是马小云的双胞胎妹妹。双胞胎妹妹？她叫马小雨。从小她就生活在国外，前不久才刚回国。我们报警吧。对呀、啊，报警吧。对啊。对啊，杀的真正原因。你什么时候回国？怎么了，姐？姐，你男朋友去不去了？啊？姐姐，姐姐要是没了，你知道是谁？我之后，我长这么大，你是第一个敢对我说不字的男人。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我本以为你是为情而死，我本以为你希望我之后会像 Lucky 一样去陪你，可谁知道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却是为了癌症。你为什么要害大家？为什么？对不起。
还相信有鬼吗？还不是他老疑神疑鬼的。飞机快起飞了，先这样。真不回来了？再说吧。嗯，再见。嗯。小乖啊，你说你明知道装神弄鬼，还给我整一个神婆子，要不是这样，你会相信吗？